你知道梁英最近我听说一件事情，我特别感动，也挺感慨的，也是我一个挺熟的一个朋友桑兰，她现在已经怀孕了，我知道，对，我跟她丈夫在微博上有互动，所以我也从她的那个微博上了解到她的一些信息，我特别为她高兴和自豪。我也是，我觉得她真的很勇敢。你和她老公在微博上有互动，这个话题让人因为就是我跟桑兰是病友嘛，然后她的丈夫照顾她比较多一点，那很多这些康复上的一些东西我们都会请教她丈夫。对，所以梁毅有时候想歪了